Hello， 大家好，我是 Silent，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那今天分享的是绿茶的好处，所以我现在在一个非常漂亮的茶园哦，非常漂亮的茶园哦。那在开始介绍之前呢，我希望对我这个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帮我点击一下订阅。其实我们在《本草纲目》里面早就记载了绿茶的好处，它有清心明目、生津止渴、养颜健体跟减肥健脑哦。那现代的医学其实也发现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茶多酚跟儿茶素，所以它有抗氧化、美白还有细胞保护的功能。但是绿茶的功能这么多这么好，如果你要直接把绿茶当成饮料直接喝的话，它还是有很多危机的。像这个你喝绿茶的危机，第一个要问你才会有这么多的茶多酚跟儿茶素，然后第二个是它有农药的问题，第三个它有咖啡因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您要得到这么多的茶多酚跟儿茶素的这个达到这个保健的这个功能，我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比较好的这个绿茶胶囊绿茶胶囊那坊间的这个品牌很多，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推荐你最好的绿茶胶囊最好的绿茶胶囊这是我的联络方式有我的 LINE， 有我的这个手机，还有我的社团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